各位同心，请尽快就坐哈，我们要开始准备上课，谢谢。好来，咱各位同心，咱即马开始来上课哈。那么，拄啊休困的时间哈，有咱的同心在甲我反映讲，嘿，阮出去讲讲哈，拢互因讲，这哪有可能？我有甲回答讲，现在我嘛定拄着安尼，甚至有人吼，听我讲讲，拢甲我蒙头壳遐，看你有发招牌，有小牌无？啊，有诶，甲你逼安尼，这正常，因为咱台湾人，算迄个国民党甲咱污染这个头壳内底吼，已经69年，所以。他讲白贼讲69年，拢咱即马台湾人拢甲当作真诶啊，就是讲伊讲诶拢是正确诶历史。所以我咧甲我诶好朋友讲，伊嘛甲我讲，较奇怪，啊你读诶历史较跟我读诶敢无共？咱是读共款无毋对，但是我已经跳出迄个谎言，吼，我已经找到真相啊。但是咱甲真相要甲讲，好意要甲讲，你听袂落去。甚至有的吼，欠你收钱，吼，啊，拄开始我也嘛会欠伊钱呢，我钱甲颔棍筋拢作外条呢，血也拢欠悬，啊，即马我怎啊尾也想想，哎，咱大家心甲放好平静落来，咱吼用较平常心，你甲当作讲咱的传福音，咱尽到告知的责任就好啊，咱有甲讲，较唔好后日啊。伊来甲咱骂讲，啊无采我跟你好朋友，啊有台湾民政府即个好康的吼，啊请身份证，若摕到台湾人、台湾政府的身份证，以后的币值拢袂贬值，毋免40万换一块。你敢若咱卖许怨叹即点，咱就解答啦。咱先甲尽到告知的责任，伊要来请身份证无，还是伊要来受训，吼、哦？袂毋，伊家己决定。以后，伊就无话人，甲咱徛讲咱好康的无甲报。就讲咱讲，啊，咱落去食着迄全台湾比赛牛肉面比赛冠军第一名，咱讲哦，即间真正好食。咱甲报讲，即间是冠军的吼，安尼就好啊。啊，伊要来食毋来食，爱看伊的造化，对无吼？啊，那么咱即六七年来。你日子有过得较好无？有诶，举手我看卖。哦，啊，你算袂歹吼。大部分拢过得无好吼、哦，啊，这有原因啦吼、哦。啊，我来讲一个故事。伫美国咧开一个外科医学国际研讨会，啊，那么一波时啊，喝下午茶的时间，哦，有诶三个医生。就伫个做人遐，啉咖啡咧开讲。啊，这一个是日本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咱台湾的。啊，即马这日本的医生咧讲啊讲，就咧臭屁讲，阮10年前，阮的电子显微手术就足发达啦。阮有一个5岁囡仔，哦，坐捷运，啊无说哩跋落伫个轨道。相机手迄个坐因个车，甲搞过，搞甲脆脆脆。啊，阮用显微手术甲接倒转去。10年后，吼、哦，伊15岁，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第一名。啊，表现啦，接了足顺个，吼、哦。啊，正在换美国，这里起来臭屁。我嘛是10年前有一个10岁个少年囡仔，车祸，脚爱截肢。我甲截肢吼，啊甲鸵鸟的脚甲接起哩。10年后，伊20岁参加奥运比赛得冠军。哦，啊，即个两个在咧单讲台湾的这边哪臭屁？台湾的来来，啊，迄套啥？阮伫20年前，阮有一个40岁中壮年人，我那车弄得他个破，啊，然后就拢喷出去。阮
我来用移植手术哈，我用 DNA 甲倒入去，迄个即马伫台湾咧做总统。啊，这就是咱今仔哦，咱大家生活遮痛苦的原因之一。安尼应该袂拄久啊啦吼，啊，咱开始来上课吼，好。来，阿边啊要下任进前，捌试射飞弹，因美国关切，吼，来看，吼，这是国防新闻的周刊报道吼，前总统陈水扁伫下任前，今个月捌下令试射一粒的中程的飞弹，随引起美国的关切，吼，一名国务院的官员。随便来到台湾国防部查证，好、哦，迄阵的前国防部长叫做蔡明宪，哈、哦，伊讲美方对台湾气象飞弹感觉关切，一名美国国务院驻京官员，隔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看伊有气象飞弹无？伊讲有，但是干那气象还袂生产，但是伊当时甲美国这个官员保证，台湾的飞弹干那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啊，拄啊，佮人保证讲，我敢若防卫呢，无攻击。啊，拄啊，敢若你无啊一支剑，无甲尖尖来来，伊讲无啦，咱若剑出来，我拢甲缀咧呢，我无要甲拄伊。安尼就免无甲遐来嘛，免创甲中程飞弹吼。嘿，啊，这就是奇怪呢，美国逐项拢爱掺呢，啊，表示真正。中华民国是伊个细汉嘞，你虽然是中华民国国防部，吼、哦，你嘛爱讲保证讲，干那用来防卫，不是攻击，吼、哦，好。啊，这，咱来感到讲，受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三个：韩国、日本、台湾。吼、哦，啊，这三个你甲倒个加个，哇，拄啊大日本帝国，吼、哦，啊，这真趣味哦，吼、哦。啊，咱来看伊管制的内容哈、哦。来，第一，飞弹射程。我利用像韩国，三当前伊还阁限制，迄个美国加限制，你的飞弹干那会将做300公里的射程呢？好、哦，啊，到今年，好、哦、发生天安舰事件了，啊、哦，美国有开放射程，讲一定做到800公里。但你若做800公里，你的弹头敢会当300公斤？啊，你若做500公里的，你会当到500公斤的弹头，好，有安尼个分。啊，那么台湾你看，咱敢若要试射一个中程飞弹，就去用敢若猛东猛西，好，好，过来核武研制，这三个你甲注意，这三个拢有能力。制造核子武弹、核子武器，啊，原子弹。你看，311日本大地震了，才知影讲，哦，原来日本已经有连武器部吼，伊的储存量会当到做2000粒的原子弹，吼、哦。啊，但是台湾，啊、哦，中华民国，伫蒋介石，包括。蒋经国一直就拢咧偷偷啊咧研究核子武器，而且拢已经研究啊特别成功啊，包括电脑试爆，哦，小型的试爆，啊有一届，甲只核子武器装只专机电管，甲要送去南非试爆，迄阵台湾堪当南非。以军事武器互相有咧，这个斗三工，啊，所以迄只专机要去南非试爆的时，迄只专机煞有人下定时炸弹，甲伫空中就甲崩掉去。过来，中华民国，吼、哦，中山科学研究院，伊核能这个研究所。内底有一个副所长，叫做张宪义中，这个中校看，好、哦，伊根本伫美国留学的时阵，就去予美国甲吸收做 CIA 的人员。
所以等到这个武器研究要成功啊，吼，核武器要成功啊，伊把这些资料拢收集起来。在1988年1月12日，吼，在美国的掩护之下，吼，离开台湾，我把这些资料拢送去在美国。所以三天后，蒋经国知影讲，伊要研究这个核武器大梦，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衡这个核武器平衡，已经无法度啊，无法度压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气甲硬甲三天后，七孔流血来死亡。好，啊，那么同款，无一礼拜后。美国跟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就派人来到台湾，也在讲亲门打后，去到中山科学研究院，把遐咧研究核武器的遐仪器设备拢甲拆走，包括把遐个反应炉吼啊甲封存。所以从迄个了后，就无法度阁继续。研究这些核子弹的这些设备啊，哈，加这些核子武器变啊制造，哈，一直到今，遐老的啊老个差不多头昏眼花啦，啊，目睭也歹啊，啊嘛袂得头壳去研究啊，哈，所以底下都等在哩，哈，啊，比如讲是无希望讲核子武器扩散，哈，啊来影响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哈 ，OK， 好，过来。暂时军事指挥权，韩国以前兵中时拢是美韩联军吼，做伙是兵中时拢韩国的指挥官咧指挥部队，但是若战争的时，就为换美军起来指挥。好，啊，你会当看到讲，兵中时美国放互你算算，但是战争的时，迄个指挥权。美国就去摕起来，啊！但是美国原来第三年前，都印度跟韩国参详好啊，协商好啊。在2014年，就是今年，要把战争时阵的指挥权要还返去给韩国军。结果两年前发生这个天安门事件了，韩国军主动去甲美军讲：“啊，慢车，战争的指挥权你慢车还来给我韩国。”所以连战争的时阵呢，指挥权，哦，美国拢在管。那么包括台湾，你看，中华民国的陆海空军的司令部，哦，要裁撤，纯指挥部。好，哦，啊，那么司令什么人要发号施令？就是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来发号施令。甚至有一挂内部的情报资料。顶多要求讲，万一台海发生战争，阿强啊，那要登陆台湾，伊希望中华民国的部队往内陆撤10公里，绕10公里进攻。美军的飞机那要来炸这个这个解放军要登陆这个舰艇，吼，还是舰车，较袂误伤中华民国国军。啊，所以你也看到主战的时候，真正咧招战，美军会出来战，哈，哦，伊点到叫你闪卡边啊，卖碍事，好，哦，啊，恁的武器拢两公诶，好，哦，啊，美国真正武器拢有够先进，你即马报纸看会到，杂志看会到，还是影片看会到，迄美国拢已经讲，啊，那万一恁会发到仿造拢无要紧，我后壁搁做者。新的武器要拿出来，想到美国改成每头争十年，啊，就发动一遍战争，伊就是要消耗伊遐特别淘汰、特别过期的武器。哦，所以兵经头十年、十通年，啊，就发动一个战争，就是要把遐武器消耗掉，哦，啊，新的去补入嘛。咱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哈，美国是法治的国家，一切依法行事哈。啊，美国总统受国会
包括法院的监督，唔敢轻彩违法哈。过来，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正港的地位，干那咱台湾人，许个国民党甲咱蒙在鼓里，哦，甲咱骗个台湾人安尼骗个戆戆哈。以上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咧管辖台湾。到即马虽然讲你无看到美军，其实美军只是无要穿军服，因即马拢穿便服。台湾重要的一挂雷达站、监听站，拢要阁是美军咧操控，只是因是穿便服哈。啊，美军从来无离开台湾，一直咧军事占领中哈。OK。好，咱来参考讲其他国家因自治建国模式来做一个探讨哈。第一，咱来看古巴建国模式。古巴伫美国跟西班牙战争哈，那么伫1898年的12月7日伫巴黎签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哈，这跟台湾同款，台湾嘛是被放弃哈。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给美国哈，但是美国协助古巴伫1902年的5月20日独立成功哈。好，那么古巴跟台湾的境遇来做一个比较，两个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哈，但是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到现在地位未定。而且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干那殖民地才可以独立。啊，台湾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就不可以独立。咱无可能为日本母国独立出来啊，真无可能。好，后来过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啊，啊，这就是美国跟西班牙巴黎依照巴黎合约，从西班牙取得菲律宾，这是合法取得哈，有合约哈，受助于菲律宾独立军的反抗哈，反抗军的游击战。台湾有台独，菲律宾有非独，啊，菲律宾的非独。即不只是用游击战去骚扰美军，去攻打美军。啊，美军哪个追剿？啊，菲律宾有差不多4000个岛，伊就为这个岛造迄个岛，安那造来造去，美国要掠的掠个，安那真忝。啊，所以美国把伊的迄个反叛军的领袖招来协商。哦，美国同意给我菲律宾10年的自治期。哈，啊，十年搞，啊，美国。都把菲律宾的行政系统做好较好咧，要交予菲律宾哈。所以，但是这个中间，1941年日军攻陷马尼拉哈，迄阵的麦克阿瑟底下做总司令。麦克阿瑟一世人做兵啦吼，做军官，上闹亏的就是菲律宾啊，无3个月，就许日本军甲占领。迄阵为高屏地区、台南地区的日本皇军的日制战斗机跟轰炸机，为台湾直接飞到那个马尼拉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把麦克阿瑟的整个飞行机的弄个炸坏，而取得制空权。啊，你知影，若有制空权，连伊制海权都摕到，因为海军会当去把遐美国舰队吼弄个轰炸，敢唔掂？因为已经美国无战斗机会当升空落去迎战哈，所以麦克阿瑟准甲菲律宾的总统甲炸带去撤退去到澳洲哈，啊，这麦克阿瑟一世人上大的侮辱就是这个，所以伫战后麦克阿瑟可能为着要报复为台湾起的这个吼，要报复台湾，唔开用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叫蒋介石这3年的国家来甲咱糟蹋，糟蹋到今仔日69年啊！哦，这可能伊咧甲咱报仇的冤，吼，这是我私下的猜测啦，吼。好，但是1945年9月7日日本投降，美国随伫1947年的7月7日，伫美国的协助之下，和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啊，你注意，这个7月7日。菲律宾的国庆日跟美国的国庆日同工，啊，真趣味哦！咱台湾民政府伫2010年伫美国的协助之下，伫华盛顿哦，在美国这个首都领使馆特区
嘛，甲咱设一个办公室。啊，伊拄啊，我那7月4号，哦，啊，这嘛做有含义哦，哈。好，啊，咱来看立陶宛伊个建国模式。立陶宛伊拄啊，伫苏联呢，吼，西南方下骹遮，战后随后苏联甲你并吞，但是来到1990年的3月10日，立陶宛伊呢民间议会家己宣布独立，但是伊迄个宣布独立，其他国家大个国家拢在观望，讲啊你毋得算真啊算假，一直到立陶宛伊呢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投票率啊低于30%。在这个情形下，外国人吼，全世界国家就知影讲哦，你真正算真嘞吼，你不爱去和苏联军管啊吼，所以国际就因为投票率遐低，国际不承认苏联统治立陶宛的合法性，所以伫1991年9月7日，立陶宛因家己办公投独立成功，啊，苏联看大势已去，颠倒率先承认啊，啊，咱也当为遮看了讲。这个选举的意义啊，哈，哦，譬如讲，咱咧参加流亡中华民国，伊监管所有的选举，无论县市长、总统选举，还是立法委员，到咱伫选举，哈，譬如讲总统大选迄一天，咱敢若摕身份证去打入去到投票所，甲领票，咱就先输一半，因为你家己承认讲你是中国人，你唔可以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去参与伊个选举，而且领完选票，伫自由意志之下，你去选台湾，拢选通牌马英九。哦，啊，这伫外国人来看，嗯，啊，中南啊，解放军入来，嗯，啊，阮外国人拢爱尊重恁台湾人民主个选择，恁投票投俾含通牌马英九，要含阿强啊统一个。哦，啊，即咱台湾做食来咧，吼、哦。所以咱来抵制参加任何中华民国体制内国级的选举，哈、哦。好，啊，咱过来看琉球反乱模式。琉球，哈、哦，伫1952年2月29日成立这个民，因为琉球民政府嘛是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拢有，哈、哦。但是伊是伫美军军政府下卡所设立的琉球民政府。在1958年以前，因拢用美巡军票来当作钱来用，吼、哦，伫军人所发的钱币。到1958年以后，才开始用美军美金。那么，在1972年返还之前，琉球返还之前，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爱摕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吼、哦，啊，这个证件先做安尼，吼、哦，旅行证明书，这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的。啊，将来咱台湾民政府是要求美国嘛爱发旅行证件给咱，吼、哦，这个 travel document， 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哈、哦。将来咱话啦，爱摕一本，咱若有摕到一本，只要美国含其他170几个国家免签证，咱若摕一本同款，我那拢免签证，就会当伫迄个国家出入。而且你若发生伫国外发生代志，要找是找美国的大使馆，还是领事馆？美国的领事馆、吼大使馆会甲咱斗相共。好，啊，你会记哦？伫1972年6月17日，美国美日签订琉球返还协定，先来签这个，就是美国政府跟日本政府协商。吼，日本问讲，我爱赔你偌济钱，你可要甲琉球还我？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这条钱交了，因伫1972年6月17日签这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把琉球返还还返予日本，哈、哦，啊，这属咱领导，啊，咱注意哦，拢无办公道，哈、哦，这是一个政治协商，哈、哦，啊，有付钱，有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战争债，等于把战争债还，哈、哦，琉球。本来伫美国监管当中，就敢若讲一个表啊，使伊等，吼、哦，啊，比爱甲这个表啊顾好，
连讲日本政府提钱3亿2000万美金来行了，这标爱行来，好、哦，这琉球爱行行我日本哈，讲、哦、这意思，赶快台湾将来咱来办台湾返还哈，要求日本母国跟美国协商，爱赔我这钱，赔我这战争债，卡要甲台湾甲朋友行等于日本哈。哦那么琉球在美军占领下，伊的指挥结果啥款？然后咱来探讨一下。这就是在琉球回归日本了后，有一挂解密的资料，因遐教授专家在研究的结果。而原来相关的就是America啊，美国合众国政府，伊下卡的国防部，下卡的美国军政府甲民政府，伊靠资格来命令支持琉球政府。来依命令和指示来行政，来管冲绳、琉球这些住民。那么你个边啊这边个提过来，哦，赶快美国政府下卡的美国国防部，下卡的美国军政府，哦，甲咱台湾民政府，依靠资格命令指示台湾政府，哦，要办什么行政事项，来管住伫台湾甲偏湖的住民，赶快。过来，咱台湾60几年吼，到现在69年，伫中国党的教育之下，介侪台湾人去学教育，变中国人认同中国，吼、哦。因讲白贼讲69年啊，所以真侪人拢听落啊，吼、哦。啊，咱若甲2008、2012年这个选举甲当作统独公投，吼、哦，结果将变成统败的台湾再被中国合法并吞，好、哦，因为。你家己欢喜甘愿的，吼，这伫国际上是合法的，有可能。到时阵美日安保条约嘛真无法度插手来管台湾咯，吼。啊，台湾哪有阿强啊解放军入来？台湾的轮日勇士浩劫。好，啊，就一寡例咱来看，吼。等下，咱若准讲独立成功了，吼，独立建国。咱爱负啥物责任、甲义务、甲风险？第一，台湾人爱纳税金；第二，台湾人爱家己去做兵来保卫台湾。啊，做兵爱有武器，你阁爱家己开钱去买军事武器，还是家己开钱去研究？这拢爱开钱，纳税金爱钱，做兵嘛爱钱，买武器、研究武器拢嘛爱钱。好，而且伫还未加入联合国进程，咱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的国家无法理甲义务出兵干涉，哦，恁家己一个国家，你家己国家己过好啊，你也无加入联合国，无加入什么共同防御协定的国家，吼、哦，好。那么咱以东帝汶这个独立建国来做一个例，东帝汶伫遮，吼、哦，爱边啊，同款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好、哦。那么，伫东帝汶伫1975年，吼，在位日本为葡萄牙独立出来，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但伫还未赴加入联合国，到刚后，随后印尼军甲入侵并占领。伫1976年7月，吼，变作印尼的一个县叫做东帝汶省。以后的20年之间，吼，统独抗争造成10万至25万人死亡，吼，这。思想啊，足沉重的吼。那么，伫1999年8月30日，伫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当然绝大多数的东帝汶投票同意从印尼独立建国，吼，所以印尼的独立建国成功。但是公投了，刚迄年9月下旬，吼，差不多1个月时间，印尼军阁继续台差不多1400东帝汶人。并摧毁了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造成到今仔日东帝汶还阁是全世界上散车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外国来援助，哇，这足惨的吼！啊，这款的独立的结果，敢是咱要爱？因为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啊，尤其咱边啊这个阁靠特别大只。错，有够大只，尤其台湾人
这二十年来，人才啦，吼，啊，甲资金啦、技术拢去甲斗三工，佫饲一个佫较大只。啊，戆台湾人都拢咧做这款代志，所以商人无祖国就是安尼，吼，短视近利，小可一个利益，啊，你就又便宜啊，吼。好，那么咱来看讲，伫美国政府管辖下来做一寡比较，吼，一线之隔，吼，咱以新墨西哥州。啊，这个红的这新墨西哥州，跟下卡灰色的墨西哥国来做一个比较。这个边界哈，墨西哥国的人拢一直被偷渡过红色的这个美国的墨西哥州。哈，啊，这个当时迄个美国占领哈，军事占领。哈，啊，你会当讲，这个原因就是讲，美国那边民主自由法治，哈啊，较好趁食，所以。墨西哥国的人拢一直要走过，吼，因为美国迄边的民主制度较好，吼。过来，咱来看美国跟加拿大边界做比较，因这个边界差不多也在讲不设防，啊，两边的生活水准也差不多。啊，咱顶多听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还是加拿大人要偷渡来遮，啊，就是因为两个拢民主自由法治真先进的国家，所以。大家大家在那边大差不多免偷渡再来来看一海之隔共军占领红色中国美军占领绿色台湾、哦、来做比较当然台湾也是有中国人委托、哦、来占领但是起码在美国军政府下的掌控之下让我们台湾人有较自由、哦、还有美元个美国的技术来甲咱指导，无你讲哦，咱若无美国吼、哦、开放资金、美元，啊个技术、个订单，重重啦，技术甲订单，台湾人读甲袂歹，台湾人嘛足打拼，人讲台湾牛，足骨力做的。但是你若无技术、无资金、无市场、吼、哦、无订单，无效。你讲做电脑，越南人还是泰国人，应该不要做。那美国要甲教，佮订单要给伊，泰国人嘛足够做。比如讲手机啊，即马真侪较高端的迄个旗舰机，真侪嘛越南做的。啊，这就是啥？就是人肯落订单给伊。人肯甲教技术，台湾就是迄阵靠美国，甲咱，互咱资金，互咱订单，互咱技术，咱唔开会当设加工区生产物件外销去美国，甚至外销世界主要国家吼。啊，所以台湾的好，就是因为咱许美国军事占领，吼。啊，中国，你看，伊一个开放。現在美國也會抓到訂單給他們、哦、也有一些技術、哦、留過給他們、啊、這個技術其實大部分都是我們台灣人事先就留過、啊、其實美國那時候的戰略就是說他要吸引中國、哦、要稍微讓他賺到錢之後他們的人民自己就會想到要自由要尊嚴要民主他會去跟阿強、哦、現在中共开的国防预算，要阁开出伊呢维稳的这个经费，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哈、哦，都抵案的对吧？哦，因干呐，这个蒙古啦，嘛，这个维吾尔族的这新疆的动乱，还是西藏这动乱，哈、哦，还是沿海这升温，尤其广东这边啊，定差个要独立，因为广东人生活呐头较好，哈、哦，啊，有迄个较早透过香港。接受到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哈，好，啊，你来看，伫安尼，和美国咧掌控的生活比因这边好真侪，所以二十几年前开始，中国哪要偷渡拢嘛，要走来台湾，哈 ，OK， 好，咱啊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和咱家台湾人家己自治，咱免税，佮唔免做兵，美国。你占领台湾，你就要负责
保护台湾，卖过其他国家占领去，吼，所以咱免做兵，吼。哎，你这做兵有牵涉到效忠的问题，咱最终效忠的人是日本天皇，吼，唔是美国总统，吼，唔是美国。好，那么国防甲军费由美国爱来负责，吼。像甲你来讲占领，吼，你都要负责台湾，袂使讲占领。剩落来经费来建设台湾，变作东方的水师。理想的工，那么足好个。好，过来，咱来检讨用台湾的名义要加入联合国，还是用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咱来做一个分析。好，但是咱来用台湾名申请入联，咱来做一个分贴。第一，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的单位。好，啊，咱台湾敢是国家？唔是啊，哈。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美国国务卿也说过。国家认定的标准四个，哈，人口、领土、政府、甲外交权。啊，咱来看台湾国敢有？敢有人口？无呢，啊，无人摕台湾国的身份证啊。啊，总共有嘛无几个。啊，所以即马伫台湾遮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这个。已经去美国判讲台湾人无国籍啊，所以伊嘛毋是台湾国嘅，吼，嘛毋是中华民国国籍。啊，有领土，歹势，即块领土是日本天皇嘅。啊，政府，即个政府叫做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吼，毋是咱台湾国嘅政府。外交权，即22个国家拢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嘅外交部去抗南枪嘅即个建交公报，吼。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或者日属美战，哈。台湾目前敢那是一个地理名词，哦，唔是国家，哈。那么，卡叔讲，那台湾要建国，有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拢未使偷工减料，爱一步一卡印，一步一步来行，哈。爱照国际法律，照交通，等于讲像咧在照国际交通法规安，哈。哦，你伫咱这个所在，你若要去桃园火车站，沿路你要开，拄着红灯爱停，吼、哦，绿灯你开灯行，一步一步来。啊，咱来看讲第五步，好、哦，第一，美国军事政府爱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政权，啊、哦，和咱台湾民政府台湾来驻地，过来驻地一段时间较稳定了，咱来请美。那个美国、日本政府，跟美国来参详台湾返还日本，好，依照琉球模式返还日本。那回去到日本了，咱爱个要求日本的美国制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来做法院。有这个领土分离条款做法院了，才会当来办台湾公投来决定未来。看是你要个留在日本美国内底，还是要？独立出来变一国，还是要做中立国，还是要做跟日本母国做 Commonwealth， 像大英国协安尼。大英国协因拢总有54个国家哦，或者以英国女王为虚位元首，好、哦。但是你莫去甲欺负伊其中一个国家哦，你甲欺负一个国家，剩的53个国家联合来甲你拍、哦。啊，咱跟日本嘛，这样，咱独立出来了，一定来嘛是尊称日本天皇是咱的元首，哈、哦。啊，但是咱有家己的军队，有家己的外交权，哈、哦。就像加拿大，伊嘛有伊的加拿大军队，伊嘛外交权，但是伊呢元首是英国女王，哈、哦，讲意思，哈、哦。好，啊，这再一步一步来，咱台湾人怎么弄啊呢？啊，我要独立，所以要公道。就为遮直接跳来到上下壁，拢无要管中遮。台湾我曾讲过，有两个头家，一个所有权证顶管的名叫做日本天皇，一个摕到这个所有权证，这个美国，这个所有权证底下
监控的监管的美国政府手里。你要把台湾摕倒转去，可以摕钱，战争债摕来还，还了就这个行李日本天皇。好，过来咱来检讨，那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要重返联合国。我头拄来讲，那以台湾的名义入联，是台湾用这台湾的名，无要去抢中华民国迄个位置，无要抢迄个 China 迄个位置，是我家己搁做一条新的岛啊，做一条新的椅啊，我台湾的代表要来坐，迄是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叫做加入联合国。那反的就是讲，我本来伫遮，我怎啊出去？我准备要搁倒转来，爱来抢这个位，抢这个岛啊，甲椅啊。好，我们来看，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的2500258号决议文，哈，伊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去。所以这个 China 这个名牌还在，这个桌子还在，椅子都还在，只是蒋介石这个代表被驱逐出去。啊，出去换什么人？你来坐。都啊，名牌椅子都还在，所以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没有退出啊， China 还是在那里，只是代表权去哦，毛泽东退去，所以是毛泽东的代表来坐那个位。所以你若要重返联合国，人里面都已经有啊，要哪重返都不可能。而且我们来解释这个 China 都有台语，我用台语，这 China 一般是翻译这瓷器哈。啊，那日本人伊是用音译，伊个翻译 China 哈。啊，这中国人听了支那吼，或拢会啊拢随欠管随俩讲。啊，那台语 China， 啊，过来吃哪？中国人对。咱较早拢讲食国民党诶，有无？即都食共产党诶。因做到假公济私，那个技师哦，要去旅游嘛，办公要去考察哦，要去研习会，拢嘛拢咧佚佗。中国迄边安尼，伫台湾诶中央面有共款哦，拢挂羊头卖狗肉，拢食公家了对啊。啊，即嘛咧都市更新有无？阿强迄边哦。都市更新，伊若政府规定落来下一个命令，就用邮差写，才拆，拆，甲你讲当几月几号吼，后个月吼，好比说8月30号拆，你若伫30号以前不列物件无收收走吼，伊怪手来拢甲你咔咔喊喊落，因迄个行政权足强诶吼，共产主义吼，就是。共产党说了算，哈、哦，所以因拆除了，袂有建商，而且看建商来去，都会当分钱，哈、哦，所以因足爱拆除的，拆旧厝啊，起新厝啊，袂较好介绍来分钱，啊，过来钱拿，啊，就是讲，啊，对了，有钱通去挖上好，哈、哦，钱拿，啊，你看即马周永康有无？因迄个集团，敢那？外国吼，差不多5000亿人民币吼，好，差不多代表差不多两条哈。好，那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哈，伫国际法的规范甲定义，中华民国已经伫1949年12月就灭亡啊，哈，亡国啊，已经无法度去代表中国。敢那像金门、马祖这个残余的国家，哈，人讲死蛇活不溜，哈，像这两个还佫活。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啊，要哪个反联？哦，啊，台湾国还袂出世，要哪入联？啊，一个已经死啊，一个还袂出世，哈。
啊，台湾头拄仔讲的国家的标准看，皆成拢有，啊，都作成，敢若讲台湾你甲比喻中，啊，都敢若像一只狗，啊，身躯甲洗洗的，啊，完了，互伊穿西装，拍领裤带。啊！了手牵的，讲要带来户政事务所要办身份证，甲讲这個意思，看拢人模人样，有人口、有土地、有政府、有外交权，拢有，但是还没有进化到完全进化到正常国家。好，好，我来讲三个精神病患看医师的启示。好，这构筑人。有一个精神病院吼，啊，这医生固定拢每三个月拢会把这个精神病患招来，搁来复诊一届，看医疗有较好无？那好啊吼，会当甲放回出去。啊，所以医生即马招来到伊个诊疗室吼，那会坐好。医生就伫个壁背壁顶面用起笔画一个门，搁有一个门把。啊！就讲啊，恁三个好啊，会当出去啊！真正其中两个就撞起来呢，咧抢迄个门把要开出去啊！医生，哎，我啊，这两个不好，啊，佫掠当去关。啊，剩另外迄个讲，嗯，啊，这个应该好啊，这个较正常。啊，就甲问讲，医生对寄望足悬的。啊，你好啊，你太不爱出去。啊，迄个甲因安怎？啊，因两个笑的呢。啊！手机伫我遮无来，搞我摕手机变哪出去？哇！医生讲啊，这个搁较食力，这个搁关较久，吼、哦，对无？好，咱来检讨这三个，这三个拢无认为家己有病嘛，吼、哦。你看头前迄两个认为讲好啊，要出去。啊，第三个，伊讲手机伫我遮，无来搞我摕手机变哪出去？啊，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的是较无台湾意识，吼、哦，无独立思考能力，无党无派，哈、哦，牙香对白迄款的，人讲就行，吼、哦。啊，有只讲，句话讲，人讲讲袂听，跪拖苦苦行。啊，有只定咧讲啊，民进党吼，迄阵定招要去凯达格兰大道游行，吼、哦、抗议。啊、我拢甲讲，啊，尾后我想想讲，啊，这都真正台北一日游，因为我伫屏东，不是透早都爱坐车，啊，去到这个总统府头前，都拢差不多下晡两点嘛，吼，啊，搁游行一个，差不多五点，有时啊，拄啊听到演讲，迄个较细卡的拢头前讲的拢较细卡，后壁大卡拢我拢听袂到，因为头五点，我着只好要搁整队要搁转去啊。因为拢会塞车，拢拜六礼拜拢做我塞车，所以我拢爱提早走。啊，所以有一届就讲去到桃园去食饭啊，结果啊，就讲咱台湾拢伫遐画画面面的送货就转去啊，啊无结果啊，我拢奇怪讲太民进党太无爱，若要抗议吼，啊，就每一县市拢甲安排一工，哦，今仔日宜兰县的吼，总统头前一工，啊，明仔高雄县的。啊，连续23个县市，吼、哦，轮流在总统府头前甲战，唔见，我都唔相信讲国民党袂屈服，啊，叫拢唔是拢一工就煞去啊！计先，甲咱台湾人一届画50万人，哦，像陈云林来，迄个画要50万人，啊，我参加，啊，去画画美美送回来，啊，回来佫继续做工，啊，继续纳税金予国民党开，啊，应该阮。等于去到搭车吼，啊，所以阮伫桃园的一个民间的休息站食饭，啊，阮呢到位煞用占去，啊，阮去甲服务员讲，哎，去到阮店的呢，啊，叫去，你知影即摆伊抗议的吼，拢60-70岁去咧，拢退休的，啊，拢头毛拢白白，哎，服务员可能新来，伊阵探头看，哦，迄道，啊，无要紧啊，迄道过节无偌久啊。因为他已经在那裡吃一下去了，啊，他不歹去了，他說不要緊，你們等一下，那道又吃不多久了，我們聽一下，歹勢，味道在後面，等一下讓他煎，
啊，我较早吼，公公啊，人招落行吼，到台北日游就来啊。第三个是独派人士，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啊，涉及干哪有呢？啊，啊，恁台湾民政府都四五千人呢，啊，我民进党二三十万人的党员呢，啊，你无来看阮国甲，要安怎建国会成功？意思涉及伫伊遐呢？影响大动吼，啊，这就是家己唔知已经方向行唔对呀。台湾无独立的问题吼，其实阿强啊吼，往那读个歹，伊应该支持台湾独立较对呢。你啊看，克里米亚，俄罗斯甲支持可以独立，独立了，俄罗斯甲就讲啊，恁议会通过来加入我俄罗斯联邦。结果克里米亚的真正加入俄罗斯联邦，独立了后，乌克兰管理袂到啊，伊家己讲，阮议会通过要加入俄罗斯联邦，就并入俄罗斯啊，你看，阿强啊应该爱支持台湾独立，了较甲咱并吞，吼、哦，迄阵独立阿袂加入联合国，吼、哦，伊要用武力并吞也好，阿是带来底只通牌吼。哦以议会通过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联邦，啊，咱都被收编伫内底啊。安尼，即卖其他国家都无法度伊啊，对无？戆戆一直打压台独，哈、哦。台湾无独立的条件，啊、台湾毋是无主，咱的主人是日本天皇，哈、哦。那么这医生是咱台湾民间会成员，伊拥有正确国际法理，能眼观察医治生病的台湾人。咱台湾人真正食国民党的毒素，食六十九年，大家拢破病，大家拢无清楚，吼、哦，拢认差做老爸较济。啊，所以咱来遮就是要甲六十九年来国民党干咱遐毒素爱甲清出来，吼、哦，咱来遮是学做医生。啊、所以咱来好啊，好啊，学呢吼。啊，学好出去，迄工讲较讲会清楚，毋好出去安尼讲无两句，都用吐倒转来吐变过吼。啊，佫讲到袂晓讲，佫讲到堪能收钱，钱甲暗紧紧足大条的，毋通。啊，毋拄若血压悬吼，啊若憋长脑筋，得不偿失呢吼。所以软软啊讲，温柔的力量。比你硬都硬较有效果，吼、哦！所以有时啊，你来听阿某，吼、哦，啊就女同心做一起，吼、哦，有查甫滴个吼，对方都拢较袂总个讲甲安尼扯干胶出来，吼、哦，较袂，吼、哦、啊！所以那阿某夫妻档是上好啦，吼、哦！有时啊，和太太吼、哦、用温柔的力量，吼、哦！有时啊，我定咧讲。台湾话有一句话讲，软弱困猪，吼，也有讲软弱牵牛。嘿，牛虽然软软，但是有法度一只牛牵得走，吼。好，啊，那么啊，医生咱来学好啊，吼，唔好出去啊，医一个拢佮破较严重，吼。啊，我咱有一个同事，我咧讲这個故事了，又讲，哦。我嘛捌伫，伊讲伊伫迄个高雄一个路德有一个龙华堂，哦，知影举手我看，哦，我那算真侪人知吼。啊，伊个就输啊吼，伊迄阵早期咱无精神病院，所以真侪有精神的病患拢互厝内的人甲绑起来，关伫个房间内底，无好出来，所以真可怜。所以做这个龙华堂去收容遮个。精神病患，甲因弄过吼，啊，会当训练，甲会当组团出去外口表演，啊，趁钱来维持开销。啊，咱个同心原来捌伫遐做志工，伊讲我伫遐做志工哦，啊，我看着都好势好势，我甲问讲，啊，你都好好啊，你太不爱出去，伊讲哦，唔通唔通，外口足危险的。伊讲是安那外口足危险，嗯，迄外口拢笑的呢。伊讲外口拢笑做危险，啊！即马嘛，足侪人讲咱笑诶，咱讲他有可能，
哦，不是拢有时啊，我含咪咧讲讲讲，向王总来搞蒙贴下头，啊，你有发烧烧歹无？好、哦，所以若有拄到这款情形，我们放较开的哈，一消哈，带过哈、哦，啊，反正咱就尽到告知的任务就好啊。啊，其他就爱看伊个福运，看伊个福报，哈、哦。Okay. 好，那么理想建构台湾未来模式，咱来看，哈、哦，就伫美国军政府下骹，咱台湾民政府，和咱台湾人主持，还、啊、是依照立陶宛的模式，拒绝军政府体制下的选举，和投票率低于50%，和外国人知影讲，咱无必要搁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甲咱管，还是依照琉球法案模式。咱回来日本的母国，哈，也是了。咱独立出来，为日本独立出来了，咱跟日本结为邦联，也是联邦，哈。联邦就像美国，美国你会当50个州，你甲当作50个国家，做一个合众国，哈，美利坚合众国，哈，同款意思。啊，咱是可能将来，啊，北海道一个国。啊，九州四国哦，啊，个琉球、台湾，即有6个国家，咱组一个哈、哦、大日本联邦哈、哦，啊，就要做一个中立国哦，咱跟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等距离，跟其他国家拢等距离外交哦，咱无被偏向对一个，得这个瑞士安尼哈。我们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哈。真侪人拢会讲，那也无要叫美国拨经费，让咱台湾民政府发展组织。啊，过来，那无要叫美军的军队哈，赶紧来占领、接管台湾。啊，甲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甲刷去金门马祖。真侪学员上过初级班、高级班了，定会甲阮反映者。但是咱拢袂记讲，美国是占领军，咱是被占领者，即个上下位阶，吼、哦，吼、哦。战后美国跟日本、台湾是敌对，即马咱是被占领者，吼、哦，美国是占领者。啊，美国对咱民政府有两个要求，咱敢准备好啊？就是。4000的受训人员，啊，41万份的台湾政府身份证。这两项咱若无准备好，咱头前这三项无资格讲要求，啊、哦，所以咱要加紧来赶紧训练，啊，啊，这就是讲，有时啊，咱拢袂记讲，敢若像一个公司，啊、哦，美国是头家，哦，董事长，啊，咱是伊下骹所管理的员工。啊！你袂使讲，伫洗手间拄着董事长，你看到董事长讲：“哎、欸，董事长，啊，涂骹全粪扫，你他无要扣扣扫扫的，忘记自己的身份，你只讲啊，美国你他无要这三项敢做，好、哦，咱员工咧指挥董事长，好、哦，啊，这身份咱来搞清楚哈，过、哦、来看。”台湾是直接未沉的防空母舰，这麦克阿瑟讲的哈。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哈。台湾的家，顶管是日本，啊，美国哦，离来要18000里远，哈。啊，咱离这边这个龙马，哦，这大只龙马足近的呢。啊，不是着千几粒的飞弹对准咱，哈，来甲咱恐吓。哇、哦啊！台湾都真正一个水姑娘啊，啊都人人爱，连这个大只龙妈妈爱噶，拢流嘴暖。啊，结果吼、哦，你都知影，若要交女朋友，你都爱嘴爱甜啊，爱保守啊，爱有好的条件啊，才吸引嘛。啊，唔是啊，拢牙刀子啊，像用爱，你若无要嫁我吼，我该太好死。啊，这款的啥人要嫁？嘿，那早起呐吼，我那早起我嘛绕跑呐，我都绕跑了绕跑，所以我有时也会想，空思妄想。
那台湾民政府执政来发国际标两个标就好啊，要求全世界科学家发明两个物件，第一上大机佮上大机啊，为台湾下骹甲机要开，过来发明上大粒的原子能的这个发动机啊，原因为台湾下骹甲投嘞，啊准甲晒晒晒吼，为只晒晒晒晒了到遮，找一个适当的地点。甲搁浅，哦，差不多加州这个位置上好。安尼吼，阿强啊，迄千几条飞弹，伊拢差不多300-500公里的射程，啊来遮伊就射到遮拢落落，无都射来到遮，吼、哦。啊，这是我空虚妄想啦吼、哦。啊，你袂使入侵领海，吼、哦，袂使想我去。啊，直接有好处。阿强啊，若要用伊的洲际飞弹来甲咱射，啊，迄一条拢1-2亿个。这个人民币和代表要8-10亿，哦，啊，伊无遐侪钱做遐侪啊，啊，若唔多距离控制无好，那射一个过头去射到美国的国土内底，啊，拄啊美国在咧找无机会来甲收你，拄啊好，啊，你发动战争，你先拍，那我就来甲你收你啊吼，因为美国拢想办法咧找机会要收你阿强啊吼，伫阿强啊开始要大买。羽翼未丰之前，要甲扒一个，可以等于差不多50年前安尼啦。好，即马咧找无机会。过来，中国吼，去甲乌克兰买这个航空母舰吼，迄、那个瓦良格号啊，结果俄罗斯不爱卖伊这个拦截钢，这个钢索吼，你无看这就是普通的钢索。这是足高科技，伊得爱轮个用个 Q， 佮有弹性，吼、哦，又会崩溃，佮会当收得动啊，吼、哦。结果阿强啊，无这个基础科学、材料科学的技术，无法度做这条。到尾啊，听讲唔知伊甲对一个国家买中国的这歪仔子当下来用，吼、哦。好，啊，这伊甲乌克兰买了吼、哦，这空壳的瓦格良号。伊内底拢甲拆甲空空，挂引擎拢拆掉，挂武器拢拆掉，所以这空壳船阿强啊开头10年改装了，咧出海试航。啊，你看看，啊，这真正吼、哦，看有两公无这引擎袂晓做吼、哦，做甲拢摇乌烟。啊，你啊想，啊那像这款的吼、哦，都免什么 GPS 卫星定位，你都看了遐咧摇乌烟，飞弹甲位啊射咧，炮弹甲射都对啊，就甲拍定了。所以，伊叫做瓦良格号出航，然后笑讲，啊，这反正台语讲，瓦良公号出航，真有良公吼，你引擎都做袂好势。即马中国的迄个战斗机吼，伊即马新型的歼十，这个战斗机还是歼15的吼，因家己引擎飞行器的引擎无多做哦，拢搁甲俄罗斯买原装的俄罗斯引擎。啊，俄罗斯的原因，伊分三级，钢制型的，伊倒好了起来，甲分 A、B、C 三级。啊，若要阿强啊，拢卖差不多 C 上歹的迄级，推力也较歹，也是杂音较大，震动较大。啊，你讲震动若大，有时啊震动到可能去时代裂的，等于就落去啊，吼。啊，所以俄罗斯嘛，唔是攀啊，唔是戆的，伊乎你平平。苏凯伊个歼十就是轰苏凯27，偏偏你个歼十跟我俄罗斯个原装个苏凯27伫空中咧缠斗，还是冲啥是？俄罗斯个飞行机飞灵活性绝对比你高轰个较好哈、哦。啊，所以即咱个笑个，即嘛歹势，即嘛改名，改做私人号。哇，私人号台语甲讲，啊，即做啊私人号。啊！即马个笑者，即马用拍摄啊，无阁改，即马改号做辽宁号啊，台语讲辽宁啊，哦啊，两公西人阁辽宁对啊，啊即只啊有影，你甲看伊曾经典礼，电管无半只无人机啦，因为那迄阵要无 YS 啊，哦2年前要无 YS， 即2012年到的，啊所以因伫伊家的路上，哦。在那个
因为沙漠地区有风做这个型的这个滑跳跳板，哦，咧给因的飞行机、战斗机咧练习起降。但是到今我也唔捌看到讲，因的飞行机真正伫顶悬咧练习直接起飞，啊，拢一刀未剪，佮靠一两个凳来停落来，我唔捌看到，拢剪接。所以讲，因的武器偌强、偌大、偌牛，吼，甲咱骗。咱来看，美国伫1969年，吼，差不多45年前就登陆月球啊，吼，阿姆斯壮的登陆月球，吼。而且伫1982年，到尾美国就成立一个美国太空司令部，吼，啊，迄阵雷根总统的星战计划。苏联的解体，这个星战计划嘛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雷根总统，伊讲我要发展太空雷射武器，而且发布了无几年，伊家释放假消息，公关已经发明雷射空中雷射武器，哦，一定从太空直接射雷射。把你的这个军事基地把你烧坏，把你的飞行机，把你的什么军事的设施武器拢把你用雷射把你烧坏。俄罗斯紧张啊，伊想讲啊，我的核武器、核武库，你若搞下嘣的迄连环爆哦，啊我俄罗斯会灭亡。所以伊请全国的力量，所有的科学家拢来研究，完了。新战的武器的对吧？造成个俄罗斯无足够的外汇去买了外国的粮食，因为到寒天，大部分粮食也缺乏。啊，因为俄罗斯你知影，伊嘛是共产国家，共产生产效率拢作歹，啊，所以因的粮食啊自给不足，所以造成到尾啊，无钱通去买粮食，变成讲大家咧抢面包的时。为着买一个一顿的面包，排队爱规半工甚至一工，所以俄罗斯的富人人受气，工厂也无爱做啊，拢招招规定去银行的工厂去招人出来抗暴，所以俄罗斯嘛，苏联准也是讲兵败如山倒，哈，伫1990年代，哈，90年，规个苏联解体，哈，哎，就是因为。这个星战计划，好，好，啊，过来，你甲看，到今年2012年，阿强啊，较拄啊咧学习太空舱对接，啊，咱头拄啊讲讲，差不多45年前，人美国就登陆月球啊，啊，若安尼甲来看，啊，起码伫太空科技，你就输美国，差不多输上少45档嘛，哦，总共你就迄一年，哦，啊，总今年你已经登陆啊。你嘛要输45档，哈，好。过来有一句话讲，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了，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啊，这是一个台湾算足有名的国际法的专家所讲的话，吼，啊，这真正予咱足料想不到，伊会讲安尼。啊，咱来个检讨看，因为这。国际法无这个法源，无迄个主权转变的啦，吼，无迄个讲，哦，咱比如你捌比记者咧讲，迄台脚踏车，你逐工骑、看看骑、骑久会变住的，无这个理由，无这个代志，吼，无迄个主权转变为主权独立国家，哈，过来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哈，好，那么台湾的战争在阿未形成。主权还在在美国手里，哦，那两个头家，哦，我们也没把责任义务，哦，还是赔偿金赔付清楚，我们没可能独立，哦，再来美国也说台独代表战争，哦，过去我们都误会说阿强要跟我们打，不是美国要跟我们打，这块地是我在在我手里，我要肩负肩管，不能让别人拿去，因为主人日本天皇若提钱要来给我赎回去，我爱有物件交转给人啊，吼，哦，
我若要共收一条钱，我爱有物件行人啊，啊，所以你若要甲摕走，要甲台湾摕走，美国要甲你拍哈。好，啊，咱来看，实施有两种，台湾也有两种哈。来，一个政治的台湾，啊，政治即句话，朱国正讲的，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哈，这咱拢知影，就是政治会当收圆地饼。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啊、哦，这是政治的。我你来看，目前的台湾地理当局流亡的中华民国政权，伊的头家是美国在台协会，啊，这美国在台协会，在美国的定义叫做民间组织，啊，伊的头家是一个民间组织，啊，伊的头家是美国国务院，啊，总头家是美国总统，啊，啊，咱来看另外这边，法律的台湾，法律这款物件就死掉。定，好、哦，国际法安怎规定，宪法安怎规定，定了真细，好、哦，啊，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头家是美国台湾军政府，美国军政府顶管头家国防部，美国国防部顶管的总头家美国总统，这边就是照国际法律一步一脚印，袂使乌白来，袂使说圆点扁，哈、哦，这边这种政治语言，拢外交语言。拢话讲的拢两模棱两可，哈 ，OK， 我就作为咱来了解，哈，美国为了伊的利益，所以放任政治的台湾，美国含中华民国咧生台湾人，哈，为了美国的利益，哈，为了美国要便宜行事，哈，所以伊拢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做一个白手套安尼，哈，好，按咱的分贴。新的日本国和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就是这红色的，包括韩国、琉球，包括台湾，哈、哦，这就是大日本帝国。但是战后韩国独立出来，琉球美国托管了嘛，就回归日本啦，哈、哦。但是尤其从台湾跟澎湖还在美国的监管之中，哈、哦，监护之中，还没有回归。所以根据这个普渡产宣言，日本建后干那会当存这四大岛哈，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哈。好，那么其实即马新的日本，伊伫1952年四月几日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哈。伫1956年12月28日。加入联合国而自治，你知道大日本帝国跟现在新日本国不一样、哦、那么说比较难听的，现在这个新的日本国在1956年12月18日也可以说叛变了、哦、加入敌国阵营，你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就是由同盟国所组成嘛，啊、那时大日本帝国是咧跟遐、哦、所谓蒙古咧交战的、哦，而且也是背叛天皇。哈、哦，即、okay、日本政府是一个自治政府呢、哦。那么什么人会当称呼为台湾人？认同台湾的人？哦，即摆真济国民党。啊，就包括马英九咧讲，只要认同台湾呢，哦，拢叫做台湾人。即句话逻辑哪会通？安尼，只要认同美国的，拢叫做美国人，安尼咁对？哦，安尼美国人侪咧啊，吼、哦，尤其中国人上爱美国，贪污了的钱拢差不多夹夹去美国，去美国买厝，啊，甲某囝拢送去伫美国，吼、哦，所以。这句话未通哈，过、哦、来爱台湾人，就拢台湾人，哦，这嘛咱无论立军呢，还是国民党嘛，足爱讲啊，只要爱台湾的，拢台湾人，哦，啊，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拢足爱台湾的，拢要甲咱请假落北，好、哦，所以这句嘛未通哈。哦住伫台湾的人，
都是台湾人，即句嘛唔对啊。吼、哦，迄、那个流氓来伫台湾，即个吼蒋介石娶来即个，到尾两百万，包括伊个后代生落来，吼、哦，进上少三百万人。因敢是台湾人？唔是呢，伊食吼食台湾米，啉台湾水，佫嫌台湾。个工人是台巴子，哦，你看这款呢，加官庙工的哈，所以人家肯定不是台湾人，因自居为高级外省人，简称高外人，对吧？加高外人哈，真正足高怪，好，所以唔是讲住伫台湾呢，就拢叫做台湾人，唔是，好，过来，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这个中国人，啊，这免阁讲啊，啊，所以是不是台湾人？你尊讲外国人，要认同台湾，要做台湾人，你嘛爱经过，得你爱自愿，啊，你要有意愿来申请，经过合法的手续，好、哦，将来咱台湾民众一定互你变做台湾人，好、哦，啊，这爱经过手续，就刚刚讲，你要变做美国人。你嘛爱依照美国移民署诶，即个法令规章来申请，哦，先摕到绿卡，哦啊，坐移民间，哦，第五年你啊坐一半以上，搁加一工，哦，啊嘛爱宣誓，哦，爱搁经过考试，哦，好，这以上皆非啦，哈 ，OK， 好。那么，当民政府即个新闻讲意涵，哦，真重要，就是讲咱有即个 class 分的即个 TW。到 TW 人才能做公告人员，将来要有 TW 的身份人才有资格做公告人员。那么将来无 TW 身份，这目前这公告人员拢要退休，吼，拢要退掉。只要咱训练有够人，拢甲报给，吼。啊，将来嘛要有 TW 人这个身份，才有资格的参选，包括做候选人，啊，就去参加投票。啊，那因中国人。因的身份叫做 CE， 哦，唔是 TW 哦 ，C 就是 Chinese，E 就是 exile， 流亡的中国难民，好、哦，那么因无资格参选嘛，连投票都无资格，所以将来就蛮无男女对抗，哦，将来拢是咱本土台湾人 TW 身份人咧决定台湾的前途，哈、哦，啊，咱头拄个新闻讲，咱是依照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咱依法来办理，吼，内底有一挂规章，哈。好，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我爱台湾，我摕台湾政府身份证，哈，咱唔是摕这张，咱来摕这个，哈。啊，这申请证书，好。那么，国民党拄啊作证，成功大捷，一张大张榕树。哦，伊坚定伫台湾，咧树台湾的花，树台湾的吼霸占，食甲肥肥。啊，咱拢讲哦，啊，咱有三明治，有三立电视台，有民视，有自由时报，三明治拢咧甲批判，无效。骂十几年啊，我往那看十几年啊，拢敢那伫这大同树尾咧做风台，树叶啊小可落一寡尔，无损害伊的生长。风台过无代志，那么咱台湾民政府是依据法理，所以咱咧讲法理学院，咱用法律来乌伊个根，要甲伊个根乌掉，互伊烂掉，吼，不要变过，吼，咱要甲因个变过，吼，啊，所以即个咱大家做伙来拍拼，吼，做伙来做，我一个人无够力通个甲，吼，啊，若本土台湾人，即到尾两千万人拢觉醒。咱敢那配出那个音时啊，吼，好，那么今仔时间的关系啦，吼，那么台湾是足水，啊，我前届把讲到这讲无完，吼，台湾水水姑娘啊，水人无水命，大家拢爱，但是一直咧做人的基地，吼，这个地前讲来，咱做反清复明的复兴基地，好，反清复明的基地，啊，蒋介石就来。咱做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啊，拢咧做人的基地。啊，你看遮水，
结果顶完则是起飞弹基地，哦，这就是满洲屏东满洲，哦，东海岸那边九鹏湾飞弹基地，哦，咱拢咧做人的基地，哦，唔盲讲，将来咱台湾回归日本了，咱会当赶紧约到日本的这个科技，还是因的社会、因的安全制度，哈、哦，你看日本伫世界来评比上安全。上清气、上有法治的一个国家，吼、哦、啊！结果日本一直咧进步，啊，咱迄个国民党只恶一个中国文化一直压制，咱一直台湾本来我咧讲的，日本人五十当了，荷兰台湾人脱胎换骨，荷兰台湾人修法、修习、修信仰，啊，即嘛修法也无去啊，大家拢咧钻牛角、钻法律漏洞，修习嘛无去啊。哦，人日本人咧火车讲慢分，因中国人来变误点，迄差六十倍呢，一分钟加一点钟是差六十倍，修法嘛无去啊。较早阮时代人讲，讲出去就准算啊，答应你较惨死。但是即摆哦，中国人来了，爱写合约书，啊写一本再一本，搁就出代志，就是无信用去啊。好、哦，啊这日本精神，吼、哦，日本武士道精神拢无去啊，咱来赶紧。回归，哈、哦，咱赶紧和美国军政府入来了，和咱主题，和咱赶紧学日本，哈、哦，好，今仔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哈、哦，餐厅那边有点心可以用，好、哦，餐厅那边有点心可以用，课本可以放桌上啊，请写上名字哈、哦，啊，明天一样是照今天的位置坐，好、哦，明天一样是坐今天的位置。啊，课本可以放桌上啊，但是要写上名字，好、哦，要写上名字，谢谢。